草屯镇国家三级高级定型书院举办春节，并且颁发清香优秀学生奖学金活动。现场并且依照鼓励安排魁星爷手提魁星币，来为学生以及乡亲开智慧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受到赵祖华影响，今年国校推荐的受奖人数减少到168位学生前来接受表扬。国校推荐的优秀学生，除了颁发奖学金，接受公开表扬。主办单位并且依照鼓励安排开成爷、手爷、开成币，来为学生甲乡亲开智慧。请他那戴那个官帽，哦，还有智慧笔也要开笔。这个活动我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的今天的那个典礼官了，让人家知道说，那你虽然有在办这个活动，他不是表扬会读书的，最主要是行为，他的行为上，他的这个日常生活上有进步的，值得表扬的，老师就会把他提出来表扬。他这个表扬的里面的内容，每一个学生都不一样，也就给他这个奖，他就有自信心嘛，就是这样。或是说有孝顺父母的，孝顺父母的，我们也很重视这一块嘛，要孝顺父母，这个将来的话就，他知道要回报这个社会呀。为了推广书院文化，草屯镇的国家三级高级定型书院举办春节，并颁发清寒优秀学生奖学金活动，并且也为三月份开始，拜一到拜四，免费开办书法、汉学等的课程，欢迎乡亲踊跃来上课。会学习很多东西，回去也会很认真的练习。然后呢，也可以教小朋友啊，小朋友会喜欢来这边学习，这样这边有好多个课程。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这样，来这边学习，环境很优雅，然后就是大家来学习之后会增长好多智慧。我来这学习真济物件好学吼，我来拜一到拜四拢总有课程啦，麻烦迎咱外口的人吼，会当来阮草屯定义书院吼来遮学习，二胡、马汉语。冒下西阿妈的给你教讲安那吟吼，所以才足济好学习的所在。主办单位嘛表示，受到赵祖华影响，今年各级学校推荐学生减少到168位，书院也因此增加奖学金的金额，来鼓励今年受推荐的优秀受奖学生，会当继续努力上进。记者金鹏山采访报道。